亮，而且我跟你说，它整个透明袋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软，是不是不磨脚，宝贝不磨脚的，这个透明袋非常的软，很软很软，宝贝啊，真码真拍就 OK 了，脚宽脚宽，脚背高，可以往大一码去拍，这个是我们家三号链接，更加气质更加女神的啊，我自留是6公分，你们看一下自己喜欢啊，我们家没有运费险，因为这个鞋我全部都是给它新仓的一个福利价了，宝贝啊，你们觉得喜欢的想要捡漏的就去拍它。那么2号链接呢，它的更高是9公分，2号链接相对来说呢更加辣妹一点点，它的只做一个更高，更高是9公分，防水台是1公分，穿上脚呢也是特别显腿长的，1号链接相对来说更加的百搭，更加秀气一点点啊，更加显秀气，但是2号链接呢相对来说就更加辣妹，看你个人喜欢什么款式啊，我自留是我们家1号链接，宝贝啊，我自留是1号链接，你的到货里你拍的是9公分，是不是3号链接9公分可以看吗？看啊，我刚给你们试了呀，3号链接什么时候发货？快的话是一个太阳，3号链接快的话是一个太阳，慢的话是3个太阳。这我们家3号链接一个9公分，3号链接相对来说更加细致，更加女神，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而且你们自己看一下，穿上脚好显脚秀气，很显脚小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有穿跟没穿的区别啊。你看我的脚其实不是如果说不算胖啊，但我脚其实是比较宽的啊。但这个鞋穿起来它是真的比较修你的整个脚背的。扁平足可以穿，但扁平足不推荐拍太高，宝贝啊。来，姐妹们看一下我们家1号链接，1号链接这个鞋我跟你说，姐妹们，如果说你们第一次刷到我直播间的宝贝，1号链接不管你们现在喜不喜欢，你可以先听我讲完它，或许你会喜欢它，因为这个鞋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鞋子，没有什么好稀罕的，但这个鞋子你穿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鞋子优点真的处处都是优点，它虽然才68块钱，但是我跟你说它真的到处都是优点，而且有3个更高，中高低跟都有做，不管你会不会穿高鞋，这个鞋子你都可以加的呀。首先你们可以看一下有穿跟没穿的区别，3号链接稍等一下给你们去试，我的腿不算粗，是不是，但是相对来说我的腿是属于比较短，没有什么线条感的，我相信直播间很多姐妹都跟我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的身材可能都没有那么完美，我们要通过服装通过鞋子各种方面去修饰我们整个身材比例，包括气质跟气场。那么这个鞋子穿上脚，它既增高你的身高，又有视觉上拉长你整个腿部线条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们天生身材比例不好的，腿粗腿短身材比例不好的宝贝，这个鞋子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穿上脚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腿也是可以变得很好看的，宝贝啊，脚上呢穿的是7公分跟9公分5公分，等一下给你们去试这个鞋不磨脚，宝贝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细节吧，好不好，等一下给你们看细节，来，这是9公分，9公分相对来说更加有线条感，更加显腿长，而且这个鞋子它属于比较轻比较稳的，你穿出去逛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穿过高跟鞋的姐妹一眼就看得中，就这个鞋版型真的特别正，哪怕你穿高点都没有问题，宝贝啊，5公分稍等一下，来，这是7公分，7公分属于好看又好穿的高度，我自留是7公分，穿了4个多月了，不割脚不磨脚不打脚，像我们家这款鞋子不管你是上班啊日常啊通勤啊约会都可以去穿的，它整个鞋子穿上脚真的是稳稳当当，你跑步都没问题，这个鞋它有多稳你要自己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宝贝啊，因为我以前是从来不穿高跟鞋的，我穿的稳的鞋我才会卖啊，宝贝，来，这5公分几天可以发货，这个鞋宝宝等一下给你们说，这5公分穿起来它是平底鞋脚感，但同时呢穿上脚不压个子，一样有增高身高的感觉，它不管是透明袋子脚垫鞋底全部都是非常软的，所以如果说你不会穿高跟鞋拍咱们家5公分，会穿高跟鞋拍7公分跟9公分，它不割脚，因为其实很多姐妹会担心说这个透明袋会不会硬啊，穿起来不舒服，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样子去对折，然后你们再看一下我的脚，如果说这个透明袋很硬磨脚的话，那我肯定鞋子那我脚肯定是有红印子，是不是，那肯定不会啊，来，两个颜色杏色跟银色呢穿上脚它其实都是同样显脚白的，如果说你要百搭耐看的呢，那你去拍咱们家杏色更加百搭更加耐看，但是银色相对来说就更加特别一点点，它的做工材料版型全部一样的啊，来，你们看一下，很多准备想要看细节，是不是，刚问一下质量怎么样，这个鞋子我给你保证68块钱你买到它，它或许会比你那些鞋柜里面200-300的鞋穿起来更加舒服，因为这个鞋它是一个羊皮鞋子，带子鞋脚垫鞋跟鞋底我全部给你们看细节，它整个脚垫呢是一个羊皮脚垫，而且内里是有做0.3公分的乳胶垫穿起来更加舒服，很软啊，透明带的 QQ 弹弹的，不割脚不磨脚不打脚，鞋底是防滑耐磨的橡胶底，跟的话都是钉上去的水晶跟，不容易掉跟断跟的，宝贝啊，码数怎么选，码数是正码真拍的，脚宽的脚胖的脚背高的可以往大一码去拍啊，37.5脚胖拍38脚瘦拍37，根据你自己的脚型码数平时穿多大就拍多大，脚宽脚胖脚背高往大一码去拍啊，现在这个鞋是有限限的，宝贝如果说你们着急穿的话点个关注，粉丝宝宝呢全部是一个太阳飞给大家的，因为目前这款鞋的只有少量的限限，粉丝宝宝是一个太阳飞给大家的，宝贝们啊。
二号链接呢跟高是9公分，防水台是1公分，二号链接只做一个跟高。如果说你想要更加辣妹的呢，那你就去试一下我们家二号链接。一号链接相对来说更加的秀气一点点，二号链接相对来说更加辣妹一点点，反正看拍你们自己喜欢的一个款式吧啊。反正上脚都是显腿长显腿好看的宝贝啊。是的，一号链接是一个太阳飞给大家的。那么我们家四号链接，刚刚有个姐妹说想要看四号链接这个鞋子呢有3个颜色，但是我比较推荐黑白2个颜色，它是4公分的跟高平底鞋脚感，脚背的水钻是高温烫压的钻，不容易掉钻。这个鞋子它没有多余的装饰，但是我跟你说，它穿上脚是贼拉好看的啊，就很仙很仙的感觉。四号链接我自留是一个白色，就白色真的是巨好看，很仙。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鞋底都给我穿烂了。喜欢我们家四号链接的姐妹，真买真拍就 OK 了，宝贝啊，买不亏的，不会翻车，不会踩雷的啊。然后姐妹们，如果说你们第一次刷到我直播间的宝贝啊，13号没有在直播间，第一次刷到我直播间宝贝，看过来，我脚上这款鞋，我跟你说，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它。你们这样子看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鞋子。但这个鞋我跟你说，它是一个简约而不失高级感的鞋子，包括它才68块钱，真的。但这个鞋子它处处都是优点，你们先可以看我，等我讲完它。像这个鞋子，它的优点在哪里呢？第一，它价格便宜，而且它质量非常非常的好看。还有一个就是它穿上脚特别显腿长，你们可以看一下有穿跟没穿的区别，是不是？有3个跟高，宝贝，这款鞋子有3个跟高，我都会给你去试。有穿跟没穿的区别，你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我相信很多姐妹都跟我一样的，天生身高没那么高，或者说腿没有那么长啊，身材比例没有那么好的姐妹都有的，是不是？那么这款鞋穿上脚，它真的既增高你的身高，又有视觉上拉长你整个腿部线条的感觉，而且穿上这个鞋子，气质气场这块直接拉满的。它才68块钱呢，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它。脚上呢穿的是7公分、跟9公分、5公分和银色，等一下给你们去试。来，宝贝儿，如果说你是小辣妹拍咱们家的一个九公分，相对来说更加有线条感，更加显腿长，而且这个鞋子呢，它属于比较轻、比较稳的，你穿出去逛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上脚非常非常舒服，包括它整个版型特别正，所以哪怕你穿高一点呢，都是没有那么累脚的，宝贝儿啊，这是一个9公分，7公分呢属于好看又好穿的高度，我自留是一个7公分的，我穿了有4个多月了，不割脚、不磨脚、不打脚，像我们家这款鞋子，我卖了10多万双，你在我直播间买这个鞋是不会翻车、不会踩雷的，你们可以看我整个销量。我们家一号链接是我做品宣的一个鞋子，所以是大家公认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鞋子。而且像这款鞋子呢，上班啊、日常啊、通勤啊、约会啊、带宝宝的宝妈都可以去穿它的，宝贝啊。来看一下5公分穿起来呢，它是平底鞋脚感，但是同时呢穿上脚不压个子，一样增高身高的感觉。它其实不管是透明带子还是脚垫，包括整个鞋底都是非常非常软的啊，羊皮鞋子，所以这个鞋68块钱买到它呢是物超所值的。不会穿高跟鞋去拍咱们家5公分，会穿高跟鞋拍咱们家7公分跟9公分啊。二号链接稍等一下，宝贝，二号链接试完这个鞋给你们试啊。来，杏色跟银色2个颜色，它的做工、材料、版型全部一样。如果说你想要百搭耐看的呢，那就拍我们家的一个杏色。但如果说你想要更加特别的，去拍咱们家银色。这个鞋子没有多余的装饰，但是它简约而不失高级感。来，宝贝儿，给你们看细节吧。像我们家这个鞋子68块钱，为什么说物超所值呢？首先，它整个版型真的非常正，而且带子、脚垫、鞋跟鞋底我全部给你们看清楚。卡码的姐妹，脚胖往大一码去拍，脚瘦往小一码去拍啊。来看。它整个脚垫呢是一个羊皮脚垫，包括内里呢是我做0.3公分的乳胶垫的，就穿起来更加舒服一点点。透明带的 QQ 弹弹，不割脚、不磨脚、不打脚。鞋底是防滑耐磨的橡胶底，跟都是钉上去的水晶跟，不容易掉跟断跟的。我的身高呢是159，体重是89斤。来，这个鞋子码数正码正拍，脚宽、脚胖、脚背高的可以往大一码去拍，所见即所得，我所有细节都给你去看过了。觉得这个鞋子的质量值这个价格的，你们去拍它啊，正拍就 OK 了，脚宽、脚胖、脚背高可以往大一码去拍。不知道拍什么吗，宝贝儿？你平时穿多大就拍多大啊，不管你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反正你平时穿多大就拍多大。那如果说你是脚有点胖、有点宽的，那你就往大一码去拍就 OK 了。这个鞋子一定要去入它，真的是买不亏的，宝贝啊！来，如果说你想要12号没有在直播间，宝贝，如果说你们想要一双更加气质、更加女神的鞋子，那我是比较推荐你们去入一下我们家3号链接。3号链接有2个跟高，我脚上穿的是个9公分，9公分相对来说更加有线条感啊，铆钉的一个设计，穿起来更加气质，更加女神。